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放下过。我们没有必要再联系了。那宋元七呢？小车抄袭事件曝光后，他立刻就放弃。他没有放弃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回去了。我想跟你谈谈。我跟你之间没什么好谈的，就两句话。第一句，我从来没见你笑那么开心的。第二句，现在我只想找回当初的感情。季叔，给你三秒时间推开他。三，我放不下你。与我无关。季叔。